比如说你现在很讨厌一个人，可以干嘛这样做？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盲开箱。此系列是主角不知箱子内容，物后进行开箱评分，无任何虚构。那我现在就来开了哦。什么？我的没有钥匙。哦，是个纸箱哎，写什么？送你的礼物，分下了。啊？这什么意思？有的没的。充电线的救星电套，安卓系统的线。机好软。可以拆吗？哎呀，这怎么还有蛋黄？你看，因为我换手机，就送我一只鸡，还蛮不错的，它摸起来很好摸。鸡超耳烂的，哇！哦，还有哎，这更浮夸，相机的，可以让你勾的。噔噔噔，很好看哎。噔噔噔噔，哦，里面还有镜子，真是注意仪态。我们再看下一个。哎，怎么还有可注色的？很搭配我手机本身的颜色。等一下，是买错尺寸了，这我不能做。换下一个。哎呦，这个好可爱哦！它里面是胶囊，然后里面有小人偶，很好看的。那是什么？胶囊，吃药的。对，然后里面有不同的人物。不在啦，胶吃药的药呢？你放在桌上有一个空间，不会直接碰到你的镜头。这是电动玩具哦，这是红白机是不是？买这个壳里面还送了一个玻璃贴，它旁边还可以插电，是真的可以玩游戏啊。这个真的很好玩，捏捏捏，你看你看。好的，我们刚刚在等的过程中呢，把这个游戏已经拿去充电了，现在就让阿嬷来玩看看。这我知道，你看，然后就降下来了。对，你看，啊，没有弄到，它这个会转转方向，等一下。这不错嘞，怎么那么好玩呢、啊？走走走走走，哎，走走走走。年轻的时候我也玩过这个，现在哎看到就回忆到以前。你玩看看。好。哎呦。哎，瞎爆！我看一下他这怎么玩了、啊。看跳哦，这个是跳。好。噔噔。那太久没玩了。这个俄罗斯方块也是我小时候最爱玩的炸弹人。哎，敲冰块这个我也玩过，我们来玩玩看。哎，到底是要怎么跳上去？要硬上去。哇，快点，快点，快啊！啊啊啊！我你知道我为了以前玩这个的时候啊，要跑去哪里玩，你知道吗？很大台的那种。好的，给你们看一下每一个竞拍的样子。这个是电动玩具机，这个是相机，有长有短，它里面的镜子还可以打开。雾雾脏脏是因为它的膜都还没撕掉，为了保护不要刮伤。第三个呢，就是这个很酷的，你看它的指纹会印上去，它会因为你的温度，这样有没有？再来就是第四个，这只鸡，它的这个蛋黄会这样飘哎，而且它的头可以180度旋转。你看它的这个脸很瞎，就到底是怎么了？它脸怎么了？最后一个里面充满了很多不同姿势的公仔，我觉得我最喜欢这个。我也是，帮我的手机穿新衣的哦。噔噔噔噔噔。好的，影片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一部影片的话，在下方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。还没有订阅的人，要记得订阅钮按下去，铃铛打开。谢谢你们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